现在我们在奥林匹亚公园，你可以看到这个比较高的是电视塔，这边是公园的里仁公湖。今天是节假日，所以很多人过来这边玩。现在在吃烤香肠。这就是奥林匹亚的一个主体建筑，现在我们走到了湖的后边。这边的草坪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地。这边草坪维护的都不错，对面那个小土包是